你们给我加油！英语，大家辛苦了，我是佳燕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佳燕。大家露营，常常跑来跑去，耗费很多体力，时间很长，真的很辛苦。所以就用餐车应援的方式，帮各位加油打气一下。小队长，就麻烦大家多多照顾了，谢谢。感动我，哭了，哭了，要哭了，哭了嘞！老婆，我爱你。对嘛？不会真的要有一个宴会吧？集合，集合！好，来了，这个我们来了。这是一二三，开灯！大排档吗？哇！开灯！大排档吗？哇！一趴不？一排啊！没亮。集合！什么事？哇！你们给我加油！当事人，今天我们有这个好福气啊，娶了个漂亮又温柔娴熟的老婆。对对，女人撑起半边天。对，一个家里面最重要不是男人，对，对，是女人，是女人，靠的就是他们。对，音乐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佳燕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佳燕。大家露营，常常跑来跑去，耗费很多体力，时间很长，真的很辛苦。所以就用餐车应援的方式，帮各位加油打气一下。我想说，综艺玩很大这个节目，在我心目中就是最有人气的节目。哇塞！大家露营加油，然后。小队长，就麻烦大家多多照顾了，谢谢。感动我，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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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哥，佳燕，你这么官方一个老公加油加油都没有啊？对，他们就走这种路线，他走这种路线的。你们四位代表要喊一下三次，老公加油，预备，开始。老公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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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你真的，预备，预备，一。把感人的时刻破坏掉。好，那交给那个昆达来讲点话，讲点话。哎，这个，你没有发现他？他刚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哭，他刚哭，他刚哭了。好 ，OK。对，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，他这段时间在好一段时间，他去玩，对，所以说其实有点吓到。刚刚上来之后，你是不是以为他要出现？没有，这个我觉得绝对不可能。OK。对，但听到他就是有录一段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哦，对，我们就吃起来了。好，谢谢柯佳燕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柯佳燕。哇，好好吃龙虾哦。谢谢。哦，超香的，超香的，我还有龙虾哦。好。哎，这是佳燕准备的，对啊，特别准备啊，哇塞，吃很好哎，哇，好香哦，好好吃，好吃，哇，好帅，佳燕真是太棒，娶到这个老婆真是赞啊，真的，对，出这一招也是吓到我了，吓到我，好好吃哦。要不要干脆有个这样子，因为今天算是小队长有一个这样这么好的一个盛宴嘛，对，可不可以给小队长一个小小的愿望？对，啊，如果他说。什么什么啊？我们就把它实现这样。好，有办法吗？好，小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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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。今天看在佳燕的身上嘛。你要决定他们。你说出你的愿望吧。好。我希望，嘿，黄队的队员们，可以跟我们黑队一起同一车回台北。耶耶！昆达我爱你，昆达我爱你。我觉得今天这一趴，我真的是有吓到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不像是他会做的事情，但是所以，我今天感受到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的，对，真的很谢谢他，谢谢老婆，然后我重要最重要的讲没讲？老婆怎样？老婆，我爱你。对嘛。